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。冯小姐，李生呢？开那边。唔该。安娜，乜咁夜？坐。静静啊，麻烦你帮我斟杯茶俾安娜。诶，唔使，我饮多支嚟。做咩嚟？哦，冇事，小意思。揾佢有事？我睇我呢个听晚接嚟过。咁我走先啦。我出去等。都系我走先啦，留喺度。咁我哋两个都冇事。今次整理我先走先啦，拜拜。拜拜，我上去。再见。呢件事与我无关，你又知我讲边件事？系咪黄汉林报备件事？你唔觉得太巧咩？听日宣布做华董，今晚就离奇报备。汉林，你咁讲想暗示啲乜嘢？呢件事总探长交咗俾我办。乜你最近升咗职，管刑事凶神？明哥，我想你讲老实说话。老实说话只有一句，我乜都唔知。点解咁迟之嚟？圣母门派人跟住我尾，我要摆脱佢至嚟得。圣母门嗰班幼稚，太过中意管闲事，成日俾佢哋跟住，迟早跟到嚟呢度噶。你哋一啲应付嘅办法都冇咩？我哋啱啱向上海展开工作，实在冇能力兼顾圣母门。你哋有冇听过中国嘅说话，叫做杀一儆百？老板，哎，赵师傅，俾两碗茶我。哎，好好。明，我哋走。
阿正啊，我哋喺度睇住先，我恰恰同埋公司好紧啊。华哥，得啦，你放心揾周公啦。边个？夫人，请放心，巡捕房嘅人已经加紧追查紧呢件事噶啦。咁咪最好啦。日本领事馆对呢件事都好唔高兴。希望夫人能够喺贵国嘅领事面前代我讲几句好说话。冯生，其实喺呢个时候，我都想揾人同我讲翻好说话。如果再系咁落去，我哋嘅交易会中断。夫人，我哋一向都合作得好好噶，何必咁呢？照我情报所得，一切嘅嘢都系精武门嘅人做。精武门，佢哋恃住自己识几下功夫，就以为可以胡作非为。中国功夫的确系几好。夫人，依家系咩嘢时代啊？你以为佢哋嘅身体会硬得过一粒子弹？唔理点都好啦，你身为工部局华董，应该发挥下作用啦。政武门虽然只不过系一间武馆。但是他们平时很得下三流人的支持的，所以所以到现在你都不敢封他，除非他们犯了什么大错。这班人又不可以用钱收买，亦都唔可以用武力對付，真係麻煩。如果你唔想錯過 TVB 嘅精彩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下下面嘅鐘仔 subscribe 啦！